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 PEPPO 公民新闻报。新北市新店的北新国小有一个管弦乐社团，学校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带团员到各地演出，借由音乐传递关怀。北新国小管弦乐社团是极度重视全人品格教育，融入生命教育为台湾教育首创的社团之一，每学期都安排独奏或重奏的音乐会，另外还带领孩子走出象牙塔的学习，将所学习的乐器用耳熟能详的歌曲进入到社区服务中，不乏有医院、安养中心，甚至是监狱，都有北新管弦乐团的足迹。融入式教学是真正能让孩子懂得付出，也能深深体会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参加这些让爱走动的活动，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这让我知道这世界上有许多人需要受到关怀关心。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能把音乐传递给需要的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学习很大的收获，学会关怀别人。北新国小管弦乐社团坚持在社区的服务工作中，要的不是镁光灯或是舞台下掌声回馈，借由服务学习孩子的视野绝对远大于狭隘的竞争。让爱走动，让爱延续，正是北新管弦乐团的终极目标。对，甚至新北市北新国小管弦乐团社举办让爱走动音乐义演活动，前往老人照顾中心陪伴爷爷奶奶，也让孩子从活动当中学习感恩与付出。新北市北新国小管弦乐团课后社团每学期都会举办让爱走动音乐义演活动，不论在监狱、医院、养护中心或是老人照顾中心，社团都是义不容辞前往参与活动。今年五月特别在母亲节前，用所学的专长音乐、亲手做的卡片、花束和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陪伴养护中心的爷爷奶奶，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在其中，带着孩子们一起关怀陪伴长者，深深感动每一位在场的人。许多孩子表示有机会还要再去，因为服务长者很开心，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感觉到很快乐。透过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孩子能从小回馈于社会，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做中学习，进而反思能跟自己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把握这份真挚的爱。在对与善的事上，是北新管弦乐团所坚持的，学习感恩与付出，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